女人思念一个男人会忍不住有这四大表现，很准。思念是世界上最煎熬又最幸福的事情，两个人在一起只有情到浓时才会互相思念。当女人思念你的时候，这四个表现是忍不住的，希望你能及时陪在她身边，让她感受到你的爱。一，一直和你聊天，她想你就会和你聊天，最起码聊天能缓解一下想念。你难过的时候，他会放下所有事情来陪你，他想你就会一直和你聊天，除非是你厌倦了，否则他不会轻易结束你们之间的聊天。二，看着你的照片发呆。思念真的让人很受煎熬，当女人真的思念自己的男人而他又见不到时，很多女人往往就会望着自己的男人照片发呆，此时她的内心是平静的，因为女人在这个时候，她的内心和她的世界只有她一个人。三，愿意包容你。真正爱你的女人肯定是愿意包容你的，男人或多或少都有些小毛病，甚至有些时候还蛮不讲理，但是真正爱你的女人并不会在意这些东西，她会非常愿意包容你的小脾气。四，任何异性靠近你都会吃醋。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自然会对他产生强烈的占有欲，女人爱一个男人的时候，会希望他的一切都属于自己，所以对于自己的男人身边有异性靠近，女人都会觉得被人侵犯。一段爱情美不美，不在于你是否开始，而在于你是否忘记过去。不要轻易说爱，也许诺言就会成为伤害，但也不要轻易说不爱，也许幸福就被你关在门外。